来提供给您国际的最新消息，墨西哥庆祝亡灵节却惊传烟火的爆炸意外，导致了17人受伤。提供给您上的画面上可以看到，活动正在释放烟火的时候却突然爆炸，现场火光冲天，吓得民众仓皇逃难，引发了踩踏事故，导致有17人受伤，其中包含两名孕妇跟三名孩童，而消防人员也迅速灭火，不过事故原因还在厘清调查当中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